开始串流，串串串，所以哈基没办法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电脑不行，他的电脑有点爆炸。嗯，我刚刚看到他有在开游戏啊。对啦，他但是他电脑不行，他刚好进来。嗯，喂，server is restart， 重来，这伺服器重开，你没有资格跟这名玩家有玩。对，是好像是官方伺服器重开。哦，嗯，哎，不是吧？他刚刚左下角说五分钟后要重开。白痴啊！我们开台了，耶！开台到这里哦，谢谢大家，玩游戏喽，玩游戏喽。小王说伺服器即将重开，还有几分钟？我不知道哎，看可能要看公告之类的，可能等一下吧。先聊天吧，聊天那个啊。现在我们就拿起我们的 Switch 开始连真正的大乱斗了。现在只能等那个啦，只能等它是官方伺服器好、开好。等这个游戏的伺服器好。对啊。哦，好。那只能拿起。可，那我就小卡卡喝个酒先。喝啊！哈、啊！开台喝酒，又开台喝酒。八点要喝酒啊？为什么八点要喝酒？烟熏妆啊，变刀了。哦，白痴哦，白痴酒啊。小雨又开台喝酒，公然喝酒啊，母汤哦。对啊，公然喝酒。八点的时候喝一下。嗑药又喝酒啊？对啊，嗑药又喝酒，这个小雨每个礼拜很忙哎、欸，每个礼拜要喝21罐哎、欸。哇塞！哎、欸，你们有玩吗？一天还只能喝9罐，然后每次第三天的时候都忘记，都会多买，浪费钱，气死！这边烂设计，除了喵哈以外的，嗯，你画我猜有魔物猎人哦。为什么、给玩家弄出来？好累积的。我猜说，这喵哈以外有猎人哦。那他是官方加的还是观众自己做题库？哎、哦欸，超屌哎、欸！好猛！什么烟筒啊、龙啊、什么道具、木弹飞筒？哎、欸，木桶飞弹，你猜得出来吗？这个词？对啊，而且猜得到啊，连磨刀都有。天哪、而且它不叫底石，它叫磨刀，叫磨刀哦，还有断尾哦。现在连点都不能点了、欸，你们可以点吗？什么 constant game？ 他不说五分钟，你不是说五分钟？没有，是还是我们要换要换游戏吗？这样只能换游戏啦。我刚看，我们现在刚好六个人，我们可以找六人的游戏、六人的游戏啊，饥饿地城。要宰啊！Don't stop together。要宰！哇，这游戏！哇，这游戏不得了！最近没开过了，最近才有挂台活动呢。六人的什么时候了？怎么这么刚好八点？他八点就能、对啊，太好笑了！维修什么时候？刚八点开始维修啊！伺服器维修啦，这应该有什么官方公告吧？我不知道没有，我看他最新新闻没有啊？他会公告在 Steam 里吗？没有没有，就 Steam 没有，会有吧？没有，还没。还是这是他定期维修，所以没有特别公告。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。哦，造访网页也不是不可能。不行啊，狼人杀喵他会怕。Deceit 然后喵他会怕死，那就玩看还有什么吧。嗯，就饥饿地城 Don't Start Together 六人的这个啊，不然那个最简单的啦Happy Soul 上去了啦。又 Happy Soul， 我记得前没多久又要 Happy Soul， 我怎么记得前几天才玩？对啊，好久没玩，我觉得去年才玩过啊。那去年才玩过？没有没有，我们是今年玩过，我们是今年玩过了。我们哦，你们对对对，看还有什么？六个人，六个人的游戏，六个人的游戏，六个人的游戏。我来看一下去年的时候我们在干嘛。2011都是要下载。我是一定几乎都要了，如果是新的东西，就是比较旧的。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上个月2018年的1月8号那一天在玩狼人杀，就是你不敢玩的那个。感谢西丁。好，然后下一周我们再玩 Game Beats。哦，是因为 UHC 对不对？你们才跑去玩那个？对啊，就是
爆炸的时候，我真撑不住。没有，好像也就是有攻击这样。哦，也是啦，啊那个、啦我是有猜。开那个啦，桌游如何？桌游模拟器啊。我要玩什么？桌游啊，我也要攒一下。你哪一个不要攒好了，直接拿出来。你是不是刚刚没有啊？我电脑重看过啊。他习惯不会把没有把游戏留着。我电脑重看过哈。不然就是你团团，你现在选一个攒，我们就玩那个。哼，你就这样等于是把东西责任重大，那你知道宰狼责任丢给我就对了，卡在你身上啊！我跟你讲，不止我啦，雨夜搞不好也要宰哦，我也要宰啊，宰什么？对啊，看要玩什么啊？对啊，看玩什么就宰什么啊！我的同乐游戏有九成都已经宰好了哦，哦这么猛！我的游戏有九成都是没有删掉的、哦，哇塞！我有很多没删啊，所以吸槽卡的。现在我的，所以我有超多那个空间。你们觉得我难伺候吗？都给我一个更好的电脑啊！都给他、那個，我就不用再重灌了。都给他那个两 T 的那种硬碟啊！对啊，这样我就你现在硬碟很便宜哦，不准删啊！这样硬碟超便宜哦。还有一个就是，我们去玩你画我猜了，都不用宰好不好？好累哦，你画我猜好累哦。好麻烦、啊，干脆不要开台了啦，都好累哦。笑死，大家都好能伺候哦。好累哦，好麻烦哦。不会这样，看一下。现在还不行是不是、啊、好啦，不然就那个、啊、不然就桌游啊，桌游应该都攒蛮快的啦，桌游主要是要看要玩什么吧，对啊、嗯、我先挂载啦哇对聊天反正桌游开起来也是聊天啊，桌游模拟器，我先开桌游模拟器 T 开头的那个，我同意，对这个游戏放到下礼拜了，离开，刚好叫哲平把这个时间给我空下来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桌游模拟，桌游模拟，好，换游戏喽。在啊，这样兔子也要放到下礼拜。兔子，那个表单。嗯嗯呢，桌游模拟器是 B 开头的吗？ T 开头的 table 吗？ T 开头、T 开头的在，哦找到了，桌游开标题喽，好该分类喽，改，哦哎没有，山中小屋不适合直播啦，山中小屋太久，而且又太复杂了。对啊，而且我也没玩过。对啊，而且那个也没办法那么多人啊。对啊，这种为什么我的桌游模拟器这么大，4.9G 是正常的吗？你是有很多订阅的那个是不是？应该是有很多订阅哦。哇，好了，标题改了。嗯，哎、欸，对，我桌游模拟器开起来又跳掉了。不给打架就翻桌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一个 B 桌游翻了？哪个 B 呀、啊、？B 不给打架，只好翻桌。好了 ，B。然后昨天的标题是不玩，没有你画我猜，玩就玩你盖。哎、欸，没有你盖我猜，就玩你画我猜。对啊，没有777改666喽。啊，对耶，为什么啊？我突然他突然改666了，对啊，他突然变666，刮车钻戒，超神秘，他换了很多的贴图，对，我知道换了蛮多的，他换蛮多，我觉得蛮神秘，荧光棒，把背景音乐调，哦，钻戒也变样子，他钻戒，哎，对耶，他变成有胡子了，哎，不对，有两个钻戒，没有啦，一个是潘朵拉戒指。不是有一个是有盒子的，然后原本的那个钻戒也还在、哦，怎么那么多戒指啊、嗯？全世界最多戒指。对啊，欸、我有载那个嗯，那个叫什么？哪个？你们有看过 Features 玩那个什么东东吗？没有、啊，
没有，软东东没看过。没有，他是叫什么东东吗？是不是他东东？我真的他好像就叫做什么东东。哦，真的吗？你说那个就是那个帮那个每一张卡片取名字，对，啊啊，应该是叫什么东东吧？我好像那个游戏就叫做什么东东，就是你每他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角色的样子，然后你翻出来的第一个人，如果那张是第一次出现的话，你要帮他取一个名字，之后翻到那张卡的时候，你要叫出那个人取的那一张卡的名字，嗯。啊，如果忘记怎么办？可以把那个……我好像记得之前好像讲过哦，可是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啊？有啊有啊，我有那个，我有订阅到，只是还没有开过，试着开过就是了。好神秘哦，因为那时候我就一直很想找，然后后来才找，他就叫什么东东，什么当当，什么噔噔，标题改一下。现在改标题会很及时吗？不知道。我之前测试标题会改，可是游戏改不了。好吧，我觉得我刚刚就，反正我的游戏永远都挂在其他游戏啊。我也是挂其他游戏。那我真的吗？你们不会挂一些像开麦块的时候挂麦块之类？麦块的时候会改啊，但其他就是挂几乎是挂。网络异常，请稍后通知。所以你只有麦块和其他游戏两个。对啊，是啊。因为它的分类还没有很多嘛。哎、欸欸欸、他们有人知道你们说的那个什么东东哎、欸？对啊，就是什么东东。我觉得我刚刚这话可以东没错了，就那个什么东东啊，到底是什么东东？就什么东东啊？你们到底在讲什么东东啦、啊？就什么东东啊？啊什么东东？谁在一垒？到底什么东东、啊？谁在三垒？三垒我不知道。我觉得我要等他下载了。你们好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大家都在等啊。哦，好好好，我已经在准备画面了。可是 NONO 的网页好像整个挂掉了。我再重刷一次好了。要尝试的什么东东吗？反正可以啊，就只是规则你们可能要讲一下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我还没有开过哎、欸，就是直接按 Crady 就好吗 ？Server name。哎、欸，怎么跳出一个学语代班？一二三，我爱你，点进来听听看。白痴吗？白痴吗？他把我白痴咯，我早点进去看了。他刺激我。唱歌影片。对啊，想说减肥片不知道减啥，只好减这个。嗯，我的还是跳网络异常、欸。你们是只要按我右键输入密码就可以进来了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我密码打这里哦。啊，哦，我记得那个密码是不是显示啊？对，我的游戏要遮哦。嗯，挡一下吧。又要遮哦，这么麻烦。要不然你也可以选择不遮啊，反正有这款游戏的应该不多吧。然后呢？没有，然后等下就有来乱的进来只按翻桌这样。这把我气死！走人！按完翻桌就走。好好好像。好像 NONO Life 网页版现在真的挂掉了，对吧？最近才点的话，最近才点的话就挂掉了。为什么它会分两队、啊？哦，好多人哦！哈哈，没有，就这一位。很久没唱了，这样子对不对？对，这一次。嗯，为什么我的牌是看不到的？啊？你在乱丢牌？为什么牌是白色的、啊？为什么？你看不到牌、啊？为什么牌是白色的、啊？还是你那个就是命名牌？没有啊。哎、欸，我看到有图案啊。他现在有图案啊，刚刚是白色的。哦，应该还在高顶吧？啊、哦，小雨安静啊，不是不是，小雨安静。小雨安静哦，小雨安静哦。我先走了，再见。有心结了？不会啦，他曾经是我很忠实的小观众呢。怎么整理啊？真的？按 Y 吧还是什么？对不对？我记得。按 Y 吗？哎、欸，我要问哈记，哈记最熟。按 R，R 是转洗牌。哦 ，R 洗牌。还是点两下？哎、欸，我说要先点进去。哦好。嗯嗯，点不起来，点不起来。哎、欸、哇、哦哦、好酷哦！为什么会这样？怎么样？这是什么？我刚刚摇，然后放开就自己叠起来了。嗯，可是你说应该是要这样呢？我不知道而已。
先拿丢。手机版也挂掉哦，是。他没有要发牌，就是大家中间抽就好了。中间。对啊，他是大家抽钱，然后你翻起来看到。等进来再开始讲哦。好。好。他自己会叠起来。你先丢一丢，然后把它框起来，不要丢到我身上来啦，走开啦。进来现在没有画面，随便放个画面好了。小雨的屁好恐怖。我要听成小雨的屁好恐怖。我也觉得把我吓到。不用吓到啦，小雨真的很恐怖啊。怎么999的？你的屁哦，你的血压啊。哦哦，这时候。